好，看一下他这边的。啊，这是做经验组队的。那小游戏。他要根据那个图片来连线。讲这个，有些挑战，还是有点难做的，就是你不知道它那个位置在哪，它只有那个角度可以参考。如果两个点确定的话，其实很简单。线连对，那是这个。上面跟下面有提示。
43亿啊，还挺多。然后看一下。